恁来替阮徛伫阮人工湖开辟的周遭居民替阮想看卖。如果恁是安尼是受害者，是当地居民的话，恁的感受是如何？诶，伫这个农业区这個、E 区要开发这人工湖，这个问题，伊官都显示讲，伊要做到五米高，哦，啊，伊湖内十二米，但这个阮这个梅乐川甲中河川以往的记录，我将曾经捌引进过两米高的水。如果这个堤防要做起来，对阮梅乐川、中河川直接冲击的是非常的大。第一，这个环保的这个部分吼，再这样破坏环境生态，大家想看卖哎，水泥是外用，一旦安尼砸吼，砸卖帮啦。到那高，第二高，这个车呢赛过边仔的沙帮顶顶吼，大家想看卖哎，整个环境上会有多大的变化？27个这个大安公园大哈。政府嘞要来开辟这个人工湖嘞，会使讲也无尊重着阮地方老百姓的这个民意，也会使讲嘞也完全无去阮地方。开这个说明会，会知讲啊，要安怎人工湖，要安怎开辟，啊，要安怎开，要安怎做，啊，要安怎，拢总无去阮地方开这个说明会。保护水资源，保护水资源，挺干净功夫，挺干净功夫，就最白了。